想越啊，这不阿 K 来了，通臂中了，而且这不是卡三枪，直接勾将 TP 救，而且刀钩勾得很好。台下对面两个人，闪现小卡拉被扛死了，这边闪现过来打了一个闪现之后，阿 K 只能怼回去。哇，这一波打完 OMG 要爆炸了，是一闪的情况下勾到的，更加难能可贵。所以越塔的时候都没有留意，一开始是先 Q 了一下。A 了一下，再 A 了一下，然后拉到的那个距离，三个直接走位，三个全定在这儿了。这波被定到的时候，出事儿了，坏了，有点绝望了。而且他是等到泰坦再扛塔再定，对他等了一下，然后自己又拉了一下身位。阿卡丽也帅啊，闪现 Q 必闪之后，损五挂不好压。哎，卡六级之前来一波，来了，这个位置小奶油有闪的，先魅惑。哎啊魅惑很准，这样直接溜了，这个盾消失在定，但是现在下路这个劣势已经非常大了。哎，好走位，扭掉了上面的大，上面大大招大晕，差一个 AQ 的伤害，但纳尔的 E 技能已经转好了。但这波真的没道理的，想多了，对，把自己闪现摊出来了，想回来再动，只剩一个辅助了。这波小兵去世，没人能救吗？小五这边疯狂 AB 抬起来，抬一套伤害应该是够的，最后是人头被洛给拿到了。没在啊，而且波比也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啊。然后这边眼位又多，可莉的这个等级啊，勾空了。那这样落来了，直接黄色闪光进场，魅惑的阿 K 接一个台，直接融掉。纳尔跳上来，虚弱挂给小五，小五这个位置感觉也有点难走，直接被锤走了。锤走了，波比一个好大 ，care 等到泰坦交出闪现，再用表里杀六乱二段跟进六，把泰坦会比较难打。哦呦，这么勾到，有可能三个人挤上去，就是能秒一个纳，但是后面也打不了。我还是这个锤啊，这个锤把开着万雷天捞影的凯南锤走了。是。Blue team double kill， 闪过来喽！小五这边选择继续过来找机会，先大起手，纳尔这边跳，然后等最后赵信快到勾 W 闪 E 上来。想形成必杀之局，但是追不上了。有个水打团就往人堆里溢一下，溢到谁谁溢到谁杀谁，狼人杀是吧？随便点一个就死了。点一个，哎，想动，哎 ，TP 了。林伟强这个位置先拉走，狂风拉开，行再圆护一下，而且。凯南藏在侧面，刀钩勾到了，刀钩狂风勾到了阿 K， 反身也勾到了洛，洛这边直接借这个钩进场，自己先被融了，三星进场打了克里斯一个闪现，结果先打上林欢逸，但是损五加表里杀了轮，再接寒影，阿卡丽杀疯了，这是真的，阿卡丽来了，四杀到手，说的是你用我最。最拿手的擅长的最拿手的英雄在最后一局当中把我击碎了。那这把最气的是他还没跟我对线，对他不需要跟我对线，他踢下去三级我游戏结束了，我这个刀钩狂风开团想掌门这把野，队友只要把控制一服权，阿卡丽孙悟挂狐狸，好巧不巧狐狸还进去了，哎呦，队友在让头，而且在让头，队友在让头，不错的代表。狂风向前，小掌门来了。哎呦，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注意太多东西了，是的，已经看到第二轮了。十八分钟冒头，带着先锋上高地，甚至用 TP 来保兵。阿 K 被粘上，打三环被抬起来，大招直接进你的圈打，进场直接开打，这方 plus 感觉想一波啊，还真有机会。带着先锋往前走，361的血没人清得掉，先锋右门牙瞬间告破，小五顶上来，但是还是顶不住对方的伤害。海南正面搭了四个，但是还是顶不住方 plus 这一套伤害灌下来，但应该在清线，他想尽力。山鸡哥这把真的尽力了，他什么办法都在想啊，是的，把能想的全想到了，但是没办法，直接进圈打。阿卡丽闪现的损武是被躲掉了，进场融化，哎，这装备差距太大，想让我们反应好快呀、啊、是啊，而且被套了个虚弱，是的。野区又逮到阿 K 了，阿 K 走不掉，隔墙被抬起来，林伟翔已经暴走了。
这就只能想点办法了。三路高地被迫22分钟，闪现过来卡三枪，聂卫翔反应非常快，这一把也是几乎拉满的侠的表现哦，倒钩加狂风拉出三个人，随着阿卡丽跟侠的收割之势，纳尔回推出来水泉里的狐狸，我们恭喜方布拉在巨大的压力下拿到第五局的胜利，昂首挺胸挺进第二轮的季后赛，恭喜方布拉。都退下了，都退下了，来帮他们，帮他们！我也今生有徐若的，我踢了！你自己拖好时间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也今生，我也今生，看一下，看一下。快！能看一下吗？没闪的泰坦。哎，没金身了，没金身了，没金身了。维克托，维克托，维克托。维克托没虚弱。维克托，维克托，维克托。维克托死，维克托死。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可以，往前追就行，往前追就赢了，没事赢了。没闪 AD。Nice，Nice， 加油，加油，加油。哎，他们开直接结束了，我有虚弱的，别怕，让这个凯南开。点塔，点塔，点塔。我再来，我再来。小心照进第三下，小心照进。等我到三秒，等我到三。好，好。别急，可以啊，可以开了。Nice， 来杀！救我一下，救我一下！杀！都杀，都杀，都杀！可以，可以。Nice， 卡没了，再一把，再一把，再一把。哇！一路。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下班。选手之前鞠躬。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我是主持人云上，我们邀请到的是 FunPlus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上单选手 Summer， 现在请 Summer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FunPlus 的上单 Summer。 好，欢迎 Summer。 想问第一个问题，也要恭喜你们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但是今天是季后赛的首场比赛，就直接是拉满了，所以打满五局累不累？有没有想到会打满呢？그제플레이오프첫판에서이제어대석인게이제다됐는데이제힘든지물어봐요너무힘들고긴장도많이했던것같아요아是很累的，然后也有很多的紧张。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今天跟三枚对线的这个山鸡选手呢，他其实是一个英雄石很独特，同时击杀数也非常多的一个上单选手，所以今天跟他交手五局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吗？그이제OMG 他们선수가이제뛰어난이제템포폭이랑특수한템포폭이랑이제실력이이제있는데요그제대결하고나서이제소감이어때요역시잘하는선수고되게모든챔프를다잘한다는느낌을받았어요确实是一个非常会打得好的一个选手，然后就不管什么英雄他都玩得很好。给到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那今天第一局顺利拿下之后呢，其实在第二局也是一波三折，
但是大家应该都记得第二组的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就是当时你的纳尔在小龙坑直接跳下来一拍三，然后团灭对方，也为这个比赛拉开了很多这个悬念。所以当时的这一个小龙坑的这个沟通或者说是想法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그러니까이세트그영환타에서이제공세명맞고이제그역전각을이제만들었는데그거기서이제소통과이제생각을어떻게하셨나요가끔혼자봤는데되게잘한것같고근데그후에제가잘못해서아쉬운것같아요那时的机会是他看到了之后然后是抓住了但是那之后就是他没有打好然后就输掉了但是可以看到从那一局之后也慢慢的开始找到了这个上单对线的一些节奏或者说是感觉那我们想问第四局看到对方的这个上单出了一个非常久没有看到的上单皇子对于这个英雄是怎么样评价他的强度的呢이제오랜만에이제탑저르만만나긴했는데이제탑저르만지금이매치에서어떻게보시는지되게센것같아요케넨나르상대로초반에좋은것같습니다感觉挺强的然后打纳尔打凯南的时候是很好的非常的强的一个上单的英雄但是可以看到其实在第四局结束之后大家好像在这个镜头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大家在进入决胜局之前有说什么相互鼓励的话能够让第五局开局就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开局吗4세트끝나고나서이제대기시간에서이제서로이제뭐웃고얘기하고이제그런모습을보였는데그이제5세트하기전에이제서로응원하고이런얘기하셨나요비오5갔을땐4세트이기는사람이이긴다고해서마음긴장이풀렸던것같아요就是打 BO5 的话就是如果说第四把赢的局是会赢下整个大场的所以就是当时大家的心情都会比较放得开所以第四局的胜利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后来来到第五局我们刚刚也说到其实第五局开局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尤其是下路直接是拿到了天大的优势所以当时作为上单选手看到队友已经开始玩得比较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그5세트에서초반에이제바텀에서엄청난이득을보였는데이제탑선수의입장에서는어떻게느꼈는지파이마하면이해했구나너무좋았습니다当时他想的就是说，哦，我只要发育就好，就可以赢一下。只要发育就好了。但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第四、第五局的 care 选手，其实中路都是选出了一些偏刺客的英雄，比如说永恩和阿卡丽。所以在这么关键的局选出这样的刺客的英雄的原因是什么？你又是怎么样评价 care 今天这种刺客中单的表现的呢？그이제중요한게세트에서이제미디암살자이런챔프연애나이제아칼리이런거했는데이제이암살자는어떻게평가해요그래서그리고이제오늘미드선수어느만큼그러니까잘했는지평가를해주세요케어선수원래미드암살자챔피언되게잘하는선수고많이믿고있습니다케어선수的话是他玩刺客型英雄是玩得非常好的他也是非常信任他的非常的信任他同时今天也是打出了非常亮眼的一个发挥那最后一个问题在今天打满这一场 BO5 之后对于之后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그이제오늘그이제 BO5 끝나고나서이제그다음대회는어떤기대하고있는지다전제해보니까재밌고앞으로도좀더해서남은경기들좀이기고싶어요打 BO5 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希望能够自己更多的努力然后把剩下的比赛打好确实 BO5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了也再次感谢三位选手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的赛后采访呢到此就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是非常